今天很高兴邀请到钟嘉庭先生来来聊聊现在来跟我们做一些演讲。那钟嘉庭先生今天要演讲是说呢，怎么样在你把数学上的一些东西应用在你的这个职业上面。好，我们今天热烈的欢迎一下。把截距放在这边 A 这样子写。
所以这边的每一条线都对应右边的一个点这样子，所以你就可以看到说，我对这个实体它画了每一条线，然后就是它可能就画很多画，然后你就会想说，就是到哪一幅画画的比较像这样子，就是你就会很快就知道你说这个问题，就是说哪一幅画的像。那像不像的问题，其实在整个 model 里面是最重要的，是最核心的，就是怎么去定义什么东西比较像，或者什么东西比较不像的，这是整个 model 里面最核心的东西。不过它其实非常非常主观的，那像是就是它其实就有点像是这样子，就是说，我今天就有一棵树在中间，然后我用不同角度去画同一棵树，请问哪一幅画比较像？对，就是你会觉得，这边画过去好像长这样，可是这边画过来它就长成这样子啦、啊。就是说，到底哪一幅画比较像呢？对不对？其实很主观的东西这样子。但是我们在统计课上一定都有看过，就是说，大家一定会告诉你说用这个东西来比较，就说这个东西它可以告诉你们说哪一个东西比较像，就是residual square of paper 这样子，就是可以去判断说，就是说我有一个。Y 底是它的标准凹凸，然后就是这是我预测的值，那我希望它猜的值是最小的这样子。那如果最小的话，我就认为它是最小的一条线这样子，对不对？然后那就是出现数学值，对，然后就是大家一定会想说，你就在开爆炸，然后它这样子，那它可能就是可能这样子，就你因为你看它其实是就是一样是 A 里面 A 的一个函数，因为我是用个二维的 data， 所以它 就可以很方便画出。我其实让大家方便想象啊，等一下我会再举一些，就是如果三维以上其实你就没办法画出来，让大家去解。所以就是你如果看二维的时候，你可以看到说，就是它是一个，就是它的等高线可以画出来，就是你把 A 零跟 A 一这样子，它可以画出一个等高线。然后最低洼的地方就是它的最小值这样子，就是最小。我们可以把刚刚就是随便乱画的那些线，就是同样的描在同样图上，所以你就可以看到说，就是哪一个点是比较接近最低洼的，它就是最小值，就是最像的一个模型，就是在这个标准底下最像的。就我想要强调是说，就是其实做模型有三件很重要的事情，第一件事情是你画的对象，第二件事情是。你作画的角度，就是你选取的那个等高线到底是。第三件事情就是你的那个还是你的 model， 因为没有作画，就是它才会产出你的 model 这样子。那运用 gradient descent 的方法，我们可以就是让它滑下去。有人知道 gradient descent 吗？就是等一下在我的影像中，如果你看到任何不知道的东西，都可以直接打断我，就直接。就黑板上就补充这样子，对。但是我没有打断的话，就是，或是你要最后一次问也可以，对，我可以就是补充这些相关的东西这样子，对。这样，好。那关键这些事情大概是这样的，就是说，通常我们在修一个像这样的东西，就是。就是像 S 平方这种东西，它其实长得就是有点像 S 平方这种东西。那你要如何求到 S 平方的最小值？就是说它会比较像是这样，就是你如果有一个 S 平方，它就长这样子。那等高线你只是把它二维，就是把它那个二维化这样子。对，那通常我们想要就是求到这个点的时候，我们一开始一定没有那么准的就可以直接解脱它嘛，但是虽然在这个例子是很准的，因为就你可以把微分的原理就可以解出来，可是当你有时候你遇到一些函数，它微分的
法其实还蛮重要的，就是说，你护法怎么选取，其实是很重要的一件事。你觉得光目会不会受敛？你护法选太大的话，就不会受敛。那它其实跟浮动点定理是有关。有人不知道浮动点定理吗？对吧？你知道？Okay.
一旦改变了你的 RGB 方选，你画出来的画就会不一样。所以回顾那个比喻，你可以看到说，欸，其实我们 data 是同一个，但是你用不一样的角度看进去的时候，你会画出不一样的画。那其实有学过统计或资料分析的人，一定都还大概会学过，就是所谓的 regression trend， 还有就是这种东西。这其实 regression trend 在这里的角，在这里的比喻非常像画笔，因为在 computer vision 里面呢，我们常会用 regression trend 来做 smoothing， 就是如果你的画就是你的那个。就是你的 model 的，就是它的那个震荡太大的话，就是你会希望把它压下来这样子，或是像你又做多项式回归的时候，次数太高的时候，你希望那个次数可以压下来的时候，你会用回归时间测去，因为高次多项式代表就是震荡频率比较大的那个波这样子，然后低次多项式就是震荡频率，就是在震荡多项式里也是这样子，对，然后所以其实有一个 CNN 比较像画笔啊。那我个人之前的工作是在做mesh learning， 就是 business learning， 就是我如何学。其实我在学的东西呢，其实是，这个弄，这个弄其实可以看成 mesh， 然后我可以挂一个 semi， passive semi learning 的 mesh 上去，它就会会换。就是，而且是 local 的 passive semi-learning 的 matrix， 它就会像微分几何一样，会有一堆 local chart 每个地方的距离算法是不一样的。那我之前在做的问题，我之前在尝试把应用到真实世界可以解决问题的方法，大概都是用 matrix learning 的方法去做啊。那因为今天主要是来呈现概念的，所以我用了最简单的例子来做一个。那其实我也尝试把那个方法想要用这个例子来呈现，就是二维的例子，因为大家才可以看得到就会有感觉，如果你看不到就没感觉，懂吗？因为我其实是很喜欢把东西看出来，因为就是我以前在学，就是我以前大二有做过宣告线理论的专题，然后是做的 linguistic 语言大学问题这样子，然后就是我也习惯把例子然后都算出来，这样子比较会有感觉，这样子可以。我觉得有感觉还蛮重要的，在学术学生。然后回顾这个比喻的时候，你就会看到说，其实我刚刚大概有讲的，就是另外两个东西，就是有些人等其实非常像画笔，就是你如果用油画跟用粉笔画的话，可能会比较不会那么尖锐，但是你用铅笔的话，它可以很尖锐，所以它其实有点像画笔。然后 mesh 跟你比较像你用的画纸，就是你的纸可能会不一样的素材拼起来一张纸，然后它画起来。所以完全可以用画画比喻呈现整个 modeling 的东西，这也是我今天主要想要分享的东西。那就是魏老师之前有讲过，就是他说 hacking 就是在限制条件之下，你可以达到预期以外的效果。那 poke around 是我们平常工作最常做的事情，就是那个在限制条件之下达成原本应该有但是没有的功能，比方说。老师可能预期说学生就是应该要写作业，但学生没有写作业，他就会在限制条件之下运用他的资源说，欸，你不写作业我就扣分之类的，他可能就会达到原本应该有但是没有的功能这样子。那黑体不一样的地方是说，就是你要在限制条件之下达到原本应该有但是没有的功能这样子，就像比方说啊，你有没有想到，就是你会只学过回归分析，就是或是学过。你没有去想，欸，就是说那个 weight learning 它的 weight 可以怎么去 train 的话，其实你不太会去思考这些事情，对。那身为一个 model hacker， 我通常这样子自诩自己是一个 model hacker， 因为我很喜欢去把 model 里面的东西乱搞乱丢。那通常我们心里一定会问一个反问题，就是说。而且这个反问题其实在现在的世界越来越重要了。以前在业界做 model 的时候，通常你可以跟 model 打遍天下，但现在不是。现在因为 users 越来越重视个人化，所以你其实是有时候是需要去学习每
快速的从 Facebook 捞出很多你的朋友群的资料，或是相对应的资料。但是你真的认为，就是跟你关联在一起的是你的朋友吗？这其实不一定的事情，这样子。或是你认为是朋友，他不一定，就是你跟他，你认为你跟他是朋友，他不一定认为你跟他是朋友。就是你有劝一个 model 说啊，我跟他是朋友，那他可能看这个 model， 他觉得我这 model 不准，这样子，对。但是你会觉得很准，对。所以其实以雷文的非常重要，这样子。所以我在这边就用同样的例子 demo 一个，就是如果你有 model 跟 data。我知道使用者想要的 model 长什么样子，我可能有一些 feedback learning 的方法去学会，然后我有 data， 我能不能就是拆出它的 iterator？ 这个问题其实有点像是说，就是你先拿到一幅画，然后我大概知道它的场景在哪里，我能不能拆出说，哎，它从哪个角度看进去画出来？就是像这样子嘛。那大家一定都看过，就是李昌钰拿一堆黑色线，就是说，哎，弹道从哪里设计？比较像这样的东西啊，对，那或者是让大家看数学式之前先了解这个概念。好，那我们开始讲数学。那我习惯用物理的 notation 来写，就是所有的东西。然后物理的 notation 里面像方式呢是这样写，然后它的 iterator， 然后就是内积的话就是明显的，然后外积的话就是 conical coda。我们知道就是 n 个跟 n 个这个 n 平方。就是 conical coda， 对，你的 n 乘 n 矩阵的 base 值就是这样，就是两个外积球。然后，那复习一下，就是 linear regression 的行列，就是你把那个原始的东西就是微分，然后就是之后它会变成这样子，就是一次微分等于零这样子。哎，我想问一下，就是在做不会 KKT 行列的，可以举个什么？就是最佳化问题，就是 constraint problem 底下，就是如何就是最佳化的就是重要条件，对，它就是跟你平常在学一次，我们会学一次微分等于零嘛？那如果有一些限制式的时候，它是什么样的条件会让它就是？其实我觉得就是因为我其实也接触过很多，就是很多学习的学生他们都只会背一次微分等于。他们会忽略一次微分不存在的点，对，通常就是一次微分等于零或不存在，因为你可以想象就是绝对值函数，它这个点是最大最小值，但是它一次微分不存在。然后那这个是一次微分等于零啊，因为它是二次的，就跟 x 平方是一样的。然后你可以调成这样子。那这个统计学家看起来就很有趣，因为这个是。这是 receiver， 这是 y 减掉那个预测值，然后呢，它必须跟一，假设位的时候是一的话，它必须统在一向量上。你看这边是内积跟贝塔数量中内积，然后要是零这样子，然后统在 x 上面也要是零，对，它是标准。但是你如果位的话，它就直接就零，对，那它就是两个投影要是零这样子，那这个零就是两个零这样子，两个这样子，对，那就是大概。就是现金回收大概就是会这样子，那我们可以试着倒解看看，就是我们知道就是说，如果我今天要解一个方程式，就比方说，解一个方程式，哎，这边大家会想到那个概念，就是说，我今天要解一个假设 a x 等于 b 的方程，你的方法会怎么解呢？就是你觉得现在全部用高斯小曲法，然后用什么方法之类的？但是如果 a 很大的时候，那你就不会用高斯。数值迭代从来没有人在用过十五个这样子的，然后就是他们会不会也提升？就是他们迭代的方法，就是那怎么解？就是有点像是解这种东西，就是解成 b 这样子等于零嘛，对不对？那它可能不是零啊，就是我假设它有约一，像那样这样子，然后我就可以求就是 minimize 就是最相当最小这样子。那如果它就是解到零的话，这个解出来的这个 x。就会是你的正解，对。那你用这个方法解的时候，你就可以。
可以解，因为 x 减一等于一万，然后 x 减二等于一 u， 然后你把一万平方一 u 平方放上去，一样可以解，它会解出平均值。对，那这个技巧其实叫做 Lagrange relaxation， 就是说我们平常在解对量后问题的时候，标准的对量后问题它会长这样，就是 minimax f x， 然后它要是 convex 这样，有一些 convex 的标准，然后 subject g x 小于等于零，然后就是大概最标准的是长成这样子。那通常你 subject 放在底下的时候，我会希望它完全满足，比如说。我们在解方程式的时候有两种解法，一种是解 strong form， 就是它进去等号就是满足的。对，这其实牵涉到就是 strong form， 它进去这个等号就会完全满足。那另外一种就是你 strong form 没有解了，因为你还 x 不可能同时等于一又等于二，那它要解个 form， 就是所谓的 Lagrange relaxation， 这样子，就是解那个 constraint programming 的时候。常用的，我们常会把底下的东西搬上去就放在这边，就让它用这样子之类的，然后就是它就会变成一个，就是两个你给它塞进去，然后我怎么讲到这？就是说，所以我现在就解了，就是说我要解两个问题嘛，因为我想要解出那些位的，那些位的代表就是人看事情。然后我现在要解说，我现在知道你想要的 model 长什么样子，我也知道这个 data， 可是我想要知道你看事情的角度，以便我让我能够知道你重视哪一些 data， 而比较忽略哪一些 data， 这是重要咨询的，就是每个人喜好，就是大家都会刻画在这里面。我们解出来呢，大概我们就用这个方式去解啊，那这里面有一个区域地方就是跟解一这样子，因为就是原本的大部分都是一，其他都是一线，就两个点是一线。对，那这个其实很注意，对，就是有兴趣可以试一下我。对，你放别的数值会不一样，对，会不太一样，会影响它的那个速度。然后那解出来两条线是重叠的，就直接叠在一起，就是两个 model， 就是我用原本蓝色就是加重这两个点去解，解出来 model 跟就是我没有用。我用倒解回去的那些 weight， 我会解出一串 weight 嘛，然后那些 weight 又可以求出一个新的 model， 那新的 model 就是绿色这个，然后它新的标准就是这样子，你会发现我你解到原本的标准，这样子就是它有一些变化，但是这反问题，你又说怎么会长不太一样，就是它好像有点不太一样，那其实是这样的，因为我用的是这边好像1000还是100个 data。然后所以这边就有1000个变数，或是100个变数，可是这边只有两个零这样子，就是你一个 model 只有两个变数在里面 model， 所以它其实只有1000个变数，对不对？年年勾选这样子，那它有1000多组解这样子，就是说，那当然是你要如何去，就像这样子啊，就是你上面这个东西它其实有零零解，但是你有非常多的 A B 这样子，它都可以让零零值对要解这样子，对，所以其实。这个问题就是这样子，不过我们仔细把它画出来看，你就会看到说，就是说，我原本是加上这两个是1000，其他都是一，它可以解出这个，对。但是我如果用这个的话，它会解到，比方说有2500，有2500，但是它的比例其实有点接近这样子，对。但是其实你仔细看这些点，就是我手指的这一块，你会发现这些点其实有点放大的趋向。尤其是这个点，你看这个点，看这个点，它是变大了，就是有一些点它还是会被放大的，所以这一条curve它才会跑掉。但是其实它的主要的就是 principal weight 的那几个点，其实是有抓到的。就是其实以反问题的角度来讲，我觉得它算是解得相当，就在这个问题里面算解得不错，这样子，对，就是运气不错啊，对，就是刚好解。然后呢？那到这边我们可以大概简单做个小结，然后就是说，其实hating model 它主要 hate 不是 model， 而是就是你看事情的角度会看，就是跟之前威尔在开放讲一样，就是你要如何成为，就是从 worker 用开到 hater，
那这是第二个。那我们先从一个有趣的问题来聊起，就是如果100人打单代淘汰赛的话，请问要打几场比赛？来，这个有人可以举手，好，举手来。刚刚你问我，现在换我问你，你们怎么算？告诉我算法就好了。对，就是底下排了100个人嘛，那你要打几场比赛？我问过很多资讯系的人，他们大概都会这样算，就是说，第一个 round 的就是50-50嘛，然后第二个 round 呢，就是这50剩下的50里面的50再打一半。干掉一半，就打了15场，干掉一半，然后再往下算这样子，对。然后你就想到答案，你想到是个什么吗？刚是空的。我想到你走了，不好意思。然后就是打七个洞，然后他就不见，所以你可以想象，就是他卡洞是70，然后70就打完了这样子。不过呢，这其实是有非常聪明的算法，就是说。因为每淘汰的被淘汰的每一个人，他都对应一场比赛，所以最后只有一个人没被淘汰，所以就是9场。所以其实我为什么 post 这件事情，其实是跟我接下来要讲的事情是有高度相关的，因为这99场是一个不变量，是一个很重要的不变量，它 independent structure of 你的打法，就是因为你可以知道100人打法非常。我可以有种子选手，也可以没有种子选手，然后打上去。然后我种子选手放在哪里，这个 tree 的 structure 完全不一样。对，但是每一个 tree 都是100场。对，所以它其实是一个重要不变量，就是，但是它有一个因对应关系，可以就是藏在这个不变量后面，可以让你快速的挖掘到。那因为我之前遇到的大部分都是这样算的，所以我就很顺利的就可以接到这个课。就是我很怕今天有人马上就想出这个，然后我就没有那个可以接。那数学最强大的东西大概就是狄拉克他讲过一句话，他是物理学家。其实我很多数学、哲学都是跟物理学家学的，就是他讲过说 ，I consider that I understand a equation when I can predict the properties of its solution without actually solving it， 就是说。我可以不用解出解就预设解的行为，我才敢说我了解这个方程。对，那在数学本质上很多事情是在做一件事情，像是就是高瓦他其实利用解的对称性啊，就是你就可以做出正十七边几何对错啊，而且怎么做，那你的群怎么拆解你的那个就是判别式，然后怎么开个方程解上面，就是。高瓦有用过啊，那这个其实跟对称性和不变量和 regression 都有非常非常大的关系。那除了代数方程可以用之外，微分方程也可以用。就是你在解微分方程的时候，你一定有看过一种很神奇的技巧，叫做积分因子。就是有些人扯上积分因子之后，方程式就可以解了。为什么？它的积分因子到底从哪里来的样子？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思考过这个问题的样子。那积分因子通常都有一个 big group 在后面，就 action 的时候它有个。会生出那个积分因子，就告诉你积分因子长什么样子。所以你只要把它的那个最后 field 的跟 big group 就是 DA 主要求出来，那之间就出来这样子。大家是想，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我可以介绍一个分子。对，所以我在这方面其实大三的时候还关注蛮多的。对，然后对，就是它可以帮助你，就是你不用解出来，你就知道解形状，这是多厉害。就是数学上其实有很多。就是运用正解的特性得到非常非常厉害的效果，像你刚刚就有看到，我运用正解的一个不变量的对应关系，我就可以快速的解出。对，那很多就是我们原本在machine learning里面认为要 order n square 才解出来的东西，你适当的运用最佳化那个正解的特性，你可以在就是 order n 或是 log n 的解出来。举个例子来说好了，就是说。像我之前有做过商品比对，就是说你有两家商城，然后就是它可能左边商城呢，它有1000件商品，然后右边商城呢，它也有1000件商品，然后我会问说，哎，这哪两家
就是你公司不会倒。但是当你 scaling 的时候，你完蛋，因为 scale 一 scale 不 scale 你就赚钱，一 scale 你就输钱，你就亏钱，你就亏账这样子。对，因为一 scale 就是很大的时候，这个起早真的是会就把它干掉这样子，然后就是你会一直亏钱这样子的。那如何把那 scale 看到分，就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你要观察它的本质，它本质绝对不会是 scale。因为一千对一千最多只会有一千件 match 到，就是两个商品都卖一模一样的东西的时候，它就是完全 match 就是一千，所以它是非常 sparse 的一个 matrix， 然后它里面有的就 sparse 的程度其实比 n 还小，所以你能够直接猜中那个 sparse 的程度的时候，你用的一定会比 n 还小的东西就可以算出来，对，然后你 scaling 的时候就有钱可以赚。就好像那个素描反过来画那个画，就是主角画旁边的。哎，对，就是它通常是你每个商品，它连接到的商品个数是有限的，它不会每个商品跟所有商品的那个行业都要去计算。所以你如果 efficient， 你把那个不用算的东西卡掉，你就会省下非常多的成本。但是你如果全部都要算，那就那数学 PK1 的这样子，所以我们继续看下去。数学方法大概有两种啊，一种是 model driven 的，一种是 data driven 的。那 model driven 的是你心中相信的东西大于外在的东西，就像这只猫，他认为他自己是狮子的，这样就是大家都懂的什么叫 model driven。data driven 呢，就是我刚刚解释的，就是我刚刚前面都在讲 data driven， 就是画画的那个比喻，就是全部在讲 data driven。那稍微讲一下 model driven 好了，就是它在物理、生物、化学都非常的常见，就是你的任何的守恒率，比方说动量守恒、质量守恒、能量守恒，就是物理三大守恒率，甚至在会计上面，然后资产跟负债加公权力，就是它完全就是 follow 那个守恒率的方式，因为你记账的时候，就是它也是 follow 守恒率的，对，所以因为你每个 account 的进出，你可以 locally 算那个 locally 的 boundary 的 IO。就是进步到负责，它也要，然后还有 global 的 IO， 它要守恒几对，所以它其实跟物理的系统几乎一模一样。然后如果学过会计的话，我是最近在考试当中学的。然后那个那物理的守恒率呢，就是它你有没有发现守恒率不用 data， 就是物理告诉你说 F 等于 m， 你就相信嘛？你有没有拿一颗球去投，看到真的 F 等于 m 的样子？对，你懂我意思吗？就是这是 model driven， 这是他想象的。很多人相信很多东西不生不灭，所以有 model driven， 就是 translation 这样子。对，那这是 model driven， 因为我以前做过计算电子跟计算逻辑，所以就是可以举一些例子，就是他们其实算的还蛮细的。那 model driven 有另外一种是 data driven， 他们就会看 data， 但是其实统计学家看 data 有点瞎，因为他把单位都拿掉了。其实单位是最重要的东西。就是对实验物理学家，他们可以单从单位就猜出解的形状，就是我根本不用看你的 data， 我只是从单位可以猜出解长怎么样。像雷诺数啊，跟一些台线力学里面重要的参数跟重要变量，全部都是用这种 dimensional analysis 的技巧猜出来的。对，就是 dimensional analysis 用的力度可是最简单的，叫 scaling 力度这样子。对，就是完全你的那种 scaling 的部分就可以做出来。那这两种典型的数学 modeling 方法，一种是 model driven， 他相信某种东西不生不灭，所以他就有一些，他对应的是不变量。那另外一种是从资料中，比方说我们看四季，我们会把它切割这样子，有周期性，就是你看事件发生的周期性啊，就有一些几率的方法或虚幻主义方法，它也可以做到，就是说，那他找的东西也是有不变量，比方说每325天就是一个循环，这325天就是一个。就是它在某些变动之下的不变，对。那其实这两个东西，我觉得它反正最后就会在探讨一些重要不变量的行为上这样子。
性到底是不是不重要？如果很重要的话，你用下去就不能用。但是它真的不能用吗？不是，它也可以用。你说一块钱在一块钱在一块钱，但大家基本上都是同意的。对，就是差性是没有，就是可以磨掉。那个差性不重要，就是你用的时候差性重不重要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但是如果没有考虑到就开始用的时候，其实是非常危险。因为你现在 model 跟真实会拖很远这样子。但或许就是你一旦数学进去的时候，你会得到非常多方便，因为所有数学工具都可以上去。但是你同时也会失去一些东西，对，就跟你把什么东西认为是 information， 什么东西认为是 knowledge 是一样的东西，对。那最后我们就来谈题目中最后两个字，就是 real world。我刚刚讲的数学讲 model 这样子。那我大四的时候曾经修过英文课叫学习过程，然后那个学习过程老师呢，在第一堂课的时候就一开始问大家一个问题。那他问什么问题？就是说，如果手上有一个硬币，他觉得这个硬币的正面几率是多少，对吧？如果我手上有一个硬币，请问正面几率你觉得是多少？二分之一。哎，有没有觉得不会是二分之一？可以先问一下，硬币是两个都是正面吗？两个一正一反。然后只有我讲说是一这样子，对。然后这个问题没有标准答案啊，但是
当你越了解你的东西的局限的地方，你就越有办法突破，因为你知道局限在哪。所以应用数学家以前很多就是数学很有直觉，数学直觉的突破都是应用数学家做出来的，就是因为他知道就是在用数学的时候，数学哪些地方可以用，哪些地方不能用，然后一加一的局限在哪里。对，但我不是说纯数学家也就是也没有办法，但很多数学家也有办法跳出那个框架去看事情，他就有办法用新的角度看过去，然后他就不会受他的框架局限。不过要跳出来是一段很漫长的路，就是你可以想象连一加一等于二的东西，都有一些观点是你必须要跳出来看看清楚的时候，就是整个数学体系到底有多少东西是需要，就是重新去思维。画就只是画，就是画再像你还是不能吃。就是他画很像，但是你不能吃。所以你要问你如果真的要吃饱的话，就是这个 model 就不能用。那 power driven 很重要，就是通常就是你会有一个 real world question， 然后你会把它换成一些数学问题，然后这些问题你解成数学解答，然后如果都回去就是真实解答，这样子就是一个完整的过程。放下面你可以在学校学到，在上面你就无法在学校学到。这样，最重要的事情还是问问题可以找解答。对，就是讲跟没讲一样。那不过呢，我提供另外一个就是比较有趣的 cycle 可以给大家参考一下。一旦你遇到一个真实的问题，通常你会收集一些 data， 比方说你要做 model。我们通常会希望同时做 data driven 跟 model driven balance 的那种 model， 无论是纯 data 或纯 model， 所以你一定会希望收集一些 data。收集网站资料、商品资料、人才资料，或是各种就是 sensor 去收集到的资料。那这些资料收集进来之后呢，它通常会先写在一个坐标底下，就是你可能是 time series 就写在时间轴上，那你可能是就是文字的资料，它就是可能是一个 file 或者什么之类的。那它通常是写在一个坐标底下的，然后你会就是你需要透过它写的那个坐标，你才可以把 real question 转成那个 math question。就是如果他没办法写进那个坐标，这一步很重要，跟刚刚一加一等于二是一样。一旦你写在一个坐标上，你一定会删掉一些 information。就是你一旦告诉我一加一个高加加一个高加点两个高加，你已经把高加上面抹掉。就是你写到那个坐标上的时候，你已经把某些 information 抹掉。但是很多时候，你在最后找不到问题、找不到解答的问题都在这边，因为你开始把自己要的东西改掉了，对。所以这一步很多人会忽略啊，就是在做 model 非常重要的，这样写下坐标的时候，你到底干掉哪些东西，你自己要很清楚这样子。然后上去就是开始找工具，然后找解答，然后再看，然后没解答就重做梦境这样子。对。然后我给一个例子啊，就是说，就是发文剧本的，就是你可能很喜欢收集，比方说正面的照片啊。然后可能会收集一些恐龙的照片，但我就是没有收集过，因为这个很可爱。然后就是说，那你可能会说，哎，我们找一个分类器，然后把它做分类。比方说，像我用 SDN 好了，那这个就是 for vector 这样子。然后就是你可以选一条线，可以把它切开，这边是恐龙，这边是人，这样子，对，就切开。对，那这个有什么问题呢？你有没有问过？就是通常 real question 会有两种，第一种呢叫做如何让证明都分对。那第二种呢是如何让正面群中只有正面？这两个问题看起来好像一样，但其实不一样。就是说，那你可能首选你会有两种，一种加重正面群中，一种就是加重恐龙群中。可是我们来看一下，就是哪一种才是哪一种这样子。当你加重恐龙群中之后，你会发现这条线就切过来了，然后正面群中就只有正面，没有恐龙。对。但是当你可能很直觉说，我只要加重它群中，它就全部分对。但是当他全部分对的时候，这两句话又不过来了。所以其实他有时候会跟你思维的方向是不一样。你可能直觉上说，啊，我就是要这样做，然后我就改你的 equation， 然后改完之后出来结果就是这样。就是这其实是就是为什么我说 problem driven 是很重要，就是你的 problem 哪个问题就是其实很重要。但是除此之外，其实你可以把这边换成其他东西，你可以换成股票，或换成其他东西。有时候你希望胜率高一点，胜率高一点就是我这边胜率是80%用选择，对的话，我可能会加重就是其另外一个方向的选择，然后胜率有可能是高。有些就是其实在股票市场打滚一阵子，我也知道，就很多人他们为了提高。
数学上有很多 DE 这样子，像 ODE、OPE、OSE 啊，随机微观测等等。那三种大家都有摸过，那他们最重要的问题大概有 workforce 的 power 有三个，一个是存在性、微型跟有地形这样子。那为什么会提出这个东西跟大家聊到？就是说，我相信大家一定也会学到 ODE 这样子，或是甚至 DE 或是随机微观测之类的。那其实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你可以想象，就是 FMA 还是 ODE。但是或是热方程，它是就是也是有 DE 这样子。但是你在解热方程的时候，你可以知道，就是每个人在解问题，它的解法都跟你不一样。像有时候会有实验物理学家，他直接 setting boundary condition， 然后放进去给他跑，然后物理就是解。所以解一定存在，也一定唯一，因为那个跑过去时间就是解的，你都没放，他就这个就是做实验物理学家的解，就是你不要认为数学家解才是解。就是数学大姐有时候根本就有跟现实生活搭不上关系。就是如果我方程是写错了，你解的再对，也就是 reality 通常都对，然后就是也没有用这样子的。所以说就是通常就是我知道很多学第一的人他们很喜欢一个学历在后来，但是我知道很多应用的人最重要的是 stability 这样子，就是你系统稳定性到底是不是稳定的这样子。对，那这个。我想要提出来跟大家聊，就是说很多人他们 hacking 的方法，像实验物理学家，他不会解 PDE， 但是他可以解出 PDE 的解，因为他用他的方法一样可以收集到 PDE 解的数字 data 这样子。对，但是如果你的 PDE 不满足他的 data， 他会直接把你 model 干掉。对，就是他就觉得你的 PDE 写错了这样子，因为 convention 一定假设有错的。那方法是有局限的啦，就是舒克莱斯跟宁，舒克莱斯跟宁的方法是有局限的，就是像分类法这样子，就是通常你在做就是 work 分类或是商品分类的时候，每天都会有新商品上架，也会有新商品下架，所以你用分类法的时候，你就每天都要重确。那你用系统很大的话，你的就是 cost 就很贵了，如何去解决这种问题这样子？对，那或是你的商城很大，可能1000×1000，你真的要去 label 100万就可以了。这不太可能，就是它太贵了。对，所以如果解决这种问题，所以用极小的 label 它可以扩散到周围一样出去这样子。那可是传统它统计大概只会叫两种功能，一种是 supervise， 它没有扩散性，但它可以 label。那另外一种 supervise， 就是它有扩散性，但是它不能 label， 它不能强制说我这两个点一定要分在同一群，就是我这一群的点框都要分在同一群这样子。对，这没有强制性，你用 k-mean 下去就是这样子。它就分开了，当然你可以改变，就是 local distance， 用像 spatial cluster， 它就可以分得很好。对，不过我想讲的是说，就是 supervised 跟 unsupervised 都有它的局限嘛，就是你在现实遇到问题，大部分是 semi supervised， 就是你拿到 data 有一部分是有 label， 有一部分是没 label， 那你要如何处理？如何让这 label 扩散？就是用每个人的标准去扩散，对，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对，那也非常困难。就为什么要可以用 model？ 因为通常不可以跟 model 你画出来的话就长这样，因为每个人都有局限，他就会画的图就会有自信有种，然后就是你画出来的图就反正因为就会有自信有种。那以后会可以 model， 你就会想办法避开自信有种，然后画出一个人连看都跟你一样，对，那是这样。那等一下，然后因为我老师说我们要介绍我自己，我好像还没时间介绍自己。我觉得刚刚演讲其实就在介绍我自己，对，因为我整个学数学的流程。那 officially。我是台湾马克思读者的，就是共同创办之一。然后我们每个礼拜一有一个 MLE 的盲点，专门讨论的训练跟大家翻译的一个聚会，这样在台北。然后就是我最近有一个新创公司这样子。然后就是，那我是非常喜欢，就是抛开那些东西。